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你有问题吗？如果你有问题，帮不到，让我们帮助你们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。好，朋友，现在我要给你们看这个非常好的视频，然后我们再回来，走吧。我必须回城里告诉其他人，一起来吧。夫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在找谁？先生，你若把他移走了，请告诉我安放的地方，让我去取他。玛利亚，拉伯尼，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到我弟兄那里，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及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及你们的神。我们回来了，你们看过了这个非常好的视频。你知道耶稣死了，但他又复活了。对啊，耶稣他复活了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孩子。如果你相信他的名字，他也可以复活你们的灵魂。
他可以拯救你们的灵魂，他可以祝福你们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今天怎么样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你相信他，他就可以改变你们的生活。好，朋友，现在让我祝福你们的生命中，祝福你的家庭。好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闭上你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好，天父，今天我来在这里，我你祝福他们的生活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心病了，他们有很难的事情，他们有很大的问题，但信耶稣，你有力量祝福他们，你有力量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所以耶稣，我奉你的名字，我祝福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国家。朋友，我祝福你们的家人，我祝福你们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的根基。奉耶稣的名我祷告，如果你相信说阿们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，耶稣与你同在。好，朋友，下一次我会来到在这里祝福你们。再见。